最难忘的服务是我的，了解气氛，真的啦。你这样骗人的。然后最后一句，林莎真的是一个漂亮的。明明就我们先讲顾客的，大家一起看。然后大家自己，我看哪一些良心狗肺的人说要给我5颗星，然后结果这边只有10颗星。好，最喜欢的职员林莎明威。哎，我这边是你的，就我们今天第一个你的客人，他说最喜欢你，因为你非常专注，可以感觉到你的重视。最难忘的服务是我的，按摩服务哦，他觉得穿插在中间很好，调节气氛，真的啦。你这样骗人的，啊，真的，信任的部分，懂事。哦，他有建议耶，对，他有建议。然后建议我们洗头发的时候要有挡脸的片子，好 ，OK， 照脸。遮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边最喜欢的是王子，因为发型他超喜欢。然后最难忘的是所有人，他也谢谢我们。对，然后最后一句，林莎真的是一个漂亮的。明明就是我，真的真的假的？我来大声讲，林莎真的。我不相信，真的，你看，你一圈的人哈，林莎真的是很厉害耶。姐姐不会说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姐姐里面的，姐姐里面幼稚。谢依霖是一个很温暖的姐姐。啊，真的，这边是手指按摩。有身体的接触不一样，对。然后有，因为我都是这样子看着他眼睛，你觉得呢？很舒服。将会不舒服吗？不会。有建议，叫我们一定要盖，饮料要盖，没有，我们其实那就是盖子，但他们以为是杯垫。我送过去的时候就会盖着。它这个是盖子，是盖在上面，怕头发会弄到。哦，好。Hello， 这边是温水，但是我们的特调跟玻璃杯是没有盖子的。对对，还是要有一种塑胶杯盖，应该准备盖子。然后你们送去的时候是盖着，那虽然他们使用的时候盖子会拿掉，对。你们法柱要记得，只要他们的盖子开了，你们就要帮他们盖上来。对，这是法柱要注意的。还有一个是。他说，他最难忘的服务是王子，因为王子他提出替我保存头发，哦，对，很贴心，对，就是他从很长剪到很短，我说要不要留一撮让你带回去。你要纪念吗？什么意思？想说人家剪头发就是有留一撮，好像可以试试看，可以好啊。那我请那个李丽梅帮你包起来。啊，你的服务真好。对，纪念。好，我可以把它绑成一束花吗？好，我把它说好。好，我把它说好。我讲真心的，就是除了我们大家彼此的动线有点乱，你们第一天真的还让我还蛮惊讶的。像王子就非常的稳，pose 也非常的棒，你也是，就是很会安抚那些客人，还有小女生啊，就都很棒。那你要骂我是不是？我听起了。其实我没有要骂你耶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有顾到他们的心情。我觉得真的挺好的，就是默默的在自己的角落在做的是很辛苦的工作，而且我觉得你都观察到每一个人，我爱每一个人啊，我希望大家都开心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好了，客人才会好。如果我们自己是很糟糕的状态，他们就感受到那个能量就磁场很差。对，所以你们也很重要，客人也很重要。酒水部呢，其实你们也是。我们陪客人喝一整天呢，还没有醉，很辛苦，还要陪老师喝，还要陪各种喝，我好像酒店上班呢。对啊，我是你这对。什么？你还没订阅来吧？营业中的频道哦。这样就 out 咯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跟着我一起走在时尚的尖端。